Coco 在韩国正式出道的 JunBlue 和蓝小熊，历经一个月的打歌期后，返台举办庆功记者会，成员们也激动分享在后台见到艺人前辈的情形。我们在等待那个上场要彩排的时候，然后黄沙前辈从我们前面经过，对，然后彩珍一直说前辈很像，对，就那个前辈经过走路还带风哦，很厉害，然后我就大喜，认真摸黄沙前辈是像的。在厕所的时候，我在刷牙，然后刚好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 Mix 的背前辈，然后那时候我是跟他打完招呼之后，我就还没有反应过来是背前辈，然后我就超级紧张，我就一直低下头在刷牙，因为我就是很喜欢 Mix 前辈，然后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遇到就觉得很幸运，然后就赶快刷牙，然后就赶快逃跑了。那因为你们像就是跟子瑜是同期大哥，有宠物吗？有看到他吗？有。其实我一直都是万死，就是我是铁粉那种等级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说哦，子瑜就是前辈会跟我们遇到，有可能会遇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很期待、很兴奋。结果真的就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就是打到招呼，然后就觉得很期待，激动的心，梦想成真的感觉。对，给你们说什么？其实打招呼而已，因为前子瑜前面也是在忙，他好像在拍东西吧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不好意思打扰他，就你好 CEO 这样子，就这样。所以是讲韩文，没有讲中文。哦，没有讲韩文，讲中文，吓到大家，会吓到人家。看来在忙碌的通告中也有不少小确幸，而花篮小熊在打歌舞台上开麦实力也获得肯定。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只是觉得哦，感觉蛮大声，但没有想到看到影片，就是表演完之后再看到影片，怎么那么大声，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比实际耳麦听起来还要更大声。哦，没错。然后是明声一出来的时候，压的时候，我的也吓到。那因为就是明年是要办你们第一场演唱会，会不会自己有一些小期待，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？哦，很想要就是那种喊麦，对，喊麦。哦，这是真的。终于见了。就喊说尖叫声，然后这样子喊，带动气氛。我很期待，就是明年就是台下粉丝们跟我们一起用力喊应援的时候，就那个声音超级大声，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拿我们的音乐棒。哦，对，我们会出应援棒，感觉很畅快。粉丝许愿说，希望在跨年场在台湾看到你们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喽。当然有机会。可以透露可能在北中南哪个地方吗？都有，你看，都有，我希望都有了，我希望都有。除了跨年舞台，还将在明年举办首次演唱会，小熊饼干们是不是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呢？完全娱乐联播高玉展采访报道。